这是大力尘的扫踢，踢的对手倒地不起。这是一场昆仑决争夺世界冠军的半决赛，由魏宁辉对战蒙国东。魏宁辉是中国自由搏击羽量级名将，从小练习泰拳出身，曾入选国家泰拳队，获得过国王杯63公斤冠军、昆仑决63公斤世界冠军。身高只有1.68米的魏宁辉在身高方面常常处于劣势，但他却有着惊人的爆发力，其低扫腿和催泪拳杀伤力极强，是魏宁辉的两大